今年是信託成立20周年，我們特別籌備了一連串的文物活動，為易信勳爵的文物信託除了是從事相關的古蹟的保育、有關的研究和保存。其實最重要一點，易信勳爵文物信託多年來資助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本地文化歷史的一些不同的研究，就得到這個易信勳爵文物信託在資源上的支持，讓我們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在往後的日子，我們會繼續支持信託，也希望大家多認識他們的工作。To remember the roots, to do something to preserve the heritage of a place like Hong Kong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at, I think, is what the Trust has done very well.